五号，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指责中国把任意拘押当作工具来达到其国际国内政治目的。加拿大及其西方盟友都对此表示担忧。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表示，这一言论纯属颠倒黑白，倒打一耙。加拿大领导人的有关言论纯属是颠倒黑白，倒打一耙。加方为了取悦美国的政治意图，任意扣押丝毫没有违反加拿大法律的第三国的公民，自甘为美国火中取栗，配合美方炮制了孟晚舟事件，这难道是加方办事的规则吗？耿爽强调，中方一贯依法办事，不搞双重标准，这也是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奉行的准则。从加方的行为看，他所奉行的规则确实与国际社会的规则不同。